真的，你们有过几次？这你这个，你这今天号称来。关键是每次我的视频都得他妈的，没错，反正他是之后就帮他们发力就行了，完了球一发力，黄黄家比较成熟，而且他马上就可以出球，还没到完全那什么的问题。但是这个视频发出来，大家热情已经没了。他踢得很好，随便说说，不要拿。他红衣服，刘老板是我们核心啊。哦，刘老板说。我们中场核心，现在看人家，就是在看转转头看。好。他出球很快，基本功好。有的动作就是他做出来就不行，我有的都不敢做，人穷都拉球。他不急，有人抢他球他不急。放，再近一点，这边。是，那只能就是我们要看大家的位置的话，就停在这个位置。平时我们就是。我在是，我后面两个两次。哎，我保证。好球，没事，反攻完。中间推一个，中间推一个。别，他被拍的都是。我也看着被飞到板这儿，在下降。好，行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来，看着。要推。卡在位置，卡在位置。他擦我的，好球，还有后边。好的，这种冲的，尤其早跑一步，这球肯定轻松的。就踢个边球，一上逼抢，大家都慌，正常。还让他当夹子，把他当夹子走。对，就是抢断的时候，他冲在前面嘛。他踢大闪的时候就得扫大家后腰，自己扫。对，不是，就是对，就得踢球的时候交给另外一个后腰。踢球时候交给另外一个。五。好球，可以起了。别动去。有了，靠雷，哎，好球，靠雷，小五传的好。就欺负主席，你们要就是大小。这一个守门员会那什么的什么。对，咱们虽然说是控球，不代表不能起。好，控到那个地方肯定该起。哎，四十五度斜角，漂亮。接他一个，这边，再回敲，今天要看一下小张的点。哎呀是。快，左边，右边。对，转移，早点转移。就防输掉。Still 他控了。白队就怕他这个有空发球。白队反击推球全靠三队友顶上。好球！对，他脚很快。对，他靠节奏变化，你脚步不对，一下就稍微回来，不要接他。有了，哎呀，好球，刘老板！好球，刘老板！这不是让帮着怎么？接他。后腰刘老板没回来，多帮下防守的刘老板。中锋位呢？中锋位。志远往回跑一下。好，志远往回跑一下。对，等刘老板回来，等刘老板回来，等。老板叫一下小刚啊。班长。哎，老板看一下小刚。二五里咱俩一人一个。其他人基本上都特别轻。降下来，拍一拍球，主动拍球。好球！是我的。哎，再敲回给他。再给敲回 Steven 就好。对，然后再下一个。拉开，不行。你敲给 Steven 那个直塞就角度就有了。对。再拿了下一个。没事，小队长。来，今天 Max。小虎队，好球，Max 动起来，别站着，快点去接球，我们自己人拿球了，就漂亮。哎，好球！所以你要往那边跑呀！要啊！加油！我又被搞了，我操！上半场结束了，哎，上半场结束了，换个场地。就要休息2分钟吗？白队？
两分钟哪够啊？他二十分钟。我靠，我们人这么少，还剩这两分钟。关了，我这多休息一会儿。待会儿，我看一下。白队很多人在按摩着自己的腿。都废了，都被老弱病残了。没事吧？我看你起来之后飞得有点亮起来，主席，说好他配看了，搞成这样子，拿着看我。哎呀，没事，意思你。那球我想给你转过去吧，那球。我已经尊你了，我肯定不能少拿一个。对啊，可以把我一个失误变成一个底线操作。他是故意的，知道吧？谁让你这么早失误？我是想，后面一会儿让啊，不会抓球要外打，拿拳头打。我当时觉得我可以抓，然后后来一想，有人，我这边还故意错手，把手上给我，我来手，我来，他够累的，手太烂了。没事，每个手都搞成那个危险。对，安全。好了，这个上回去了，太爽。今天还有，又回来了。你这回来是几个球？快打了，最后的。小五先上。好久没回来了，假装的吧？疫情啊，我这准备回来。没有，这边回来还要隔离，还是隔离呢？没有。我上次打第九年，感谢你的领导呢，用掉一大半，对，不能看他那个，把我放前面就是看我，能不能上吗？提前不打，提前不打吗？我今天你过来，我去晚上骂他。那个其实你在中间，然后你们是在死兵们一起散。你那个球让我在那踢，他抢的。后卫过来，开始就是害我。怎么开始踢的时候啊，安迪在前面，但我们上一个太少，就俩人，你那。下面哎，打一个分了，你知道吧？别人都太别往后了，太拖后了。只是要稳手啊！他们中间，他们去的，上不去的，一下掉回来上不去。人都没流汗，他俩都是汗了呀。我们还下很烦，一会儿就给我轮子换了，得给老总。我俩领着跑两趟，我得洗洗干净一点。大家要别人守门也行，别人守都，要我就得把手换了。真是看大小累了，像费劲的时候，别人明明能上来，准备到十分钟就上一个脱手。这谁？这葡萄的体力还可以啊，有一点酸。我不是休息了一会儿吗？休息了一会儿，我歇一下。我得跟着大哥学呀，随着年龄得慎用体力。抄袭左后。没有，这都认识，大家线脚都没。后卫的触角果断点啊！确定吗？小刚，你切了这球了没？大部分都在小刚身上。哇，部分人可能有一些这个名分。我有录像啊，你也有啊，不是？就是因为认识，下脚才狠呢。力量。